个黑阿胶吧，要不弄个十两粒都是白米。哦，这个挺方便，挺好。月饼，哦对，你把这个月饼拿回去你吃吧。哎，那有点大开的。哦，你看，这还是蛮高兴。哇，哎呦，是吧？一来了，小人儿，可是你看。一来大的月饼。放这个热点小事情。我来叫月饼，干嘛？你放的。我是的。来，入你那的小仓库，小仓库里边。俺家小仓库大大扫净干净是吧？走嘞，搅拌，啊，先搅拌嘛。
得把酒留在那边。不，你在家喝吧，就可以喝吧。啊呢？不，快快把一会儿把这放着。放那边嘞，放那边吧。不，快把过来过来，放这儿，放这儿吧。你不不得快把你放这儿，你一会儿，哎，哦，放这儿。咱俩快往那边吧，搁那放那。你试点看看。哦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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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家奶奶叫我家就是没完成的呢。哎呀，你看了听见一下，姐姐讲爱吃的。嗯，你看这不讲吗？那这爷，你这姐，他在成都家成那子，你知道，跟家奶奶跟人家爷爷在家吃。哎呀，你知道谁姐姐谁哈？姐姐爱，姐姐闺女嘛，姐姐爱。哎，听见吗？你看，你这玩意儿闺女教育这。给你尝尝，干好吃的。啊，尝尝尝，尝尝尝尝。吃十万还有嘞。这来的这不说吃的也不能再挣了，可也别这么多了。我家给俺丢点儿。我知道啊，你知道咱俩。我家丢点儿没完成，拿点不够了哈，来。哦对。不够了哈。不是好吃啊。嗯，不够了哈，拿成。哦。还有一罐嘞。一会儿快溜来，一会儿再给你多些食物。还有这儿有崩的，两崩的。挺好的。烟雾边的，好吃呗。这不辣，挺好吃。你吃吧。我不得俺娘这吃饭，没地儿，俺爹整了，我都上那搁那都吃都。俺爹那也不吃点儿，我都上那直接都吃。你吃个，俺姑娘也不咸。嗯，挺好吃。可不让那那不急。不是嘞，你叫孩子喝吧，喝吧。那你要可以把你姐叫孩子吃。这送礼送不回去，这油要是没事呢，我都不给你那啥的。那你不是俺别人，那是过时的一个，不过时的也不给你。哎呀，不过时的也是这么人呗。人呗，放完了，可不是吧？放完了，漏了一。可不是，赶紧倒开，弄湿了。我把这个卖过去。不，你不把这个接过去。你倒满上了，不啥？我倒了好啊。走了啊呢？啊，一会儿找我一会儿来。哈哈哈哈哈。点儿闹。嗯。